哎呀，还是我们潘家好吧。那小崽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他爹，把他弄出去。哎哎，干什么？放开他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潘老七，你想干什么？撒明魂。 是你自个儿脱呀，还是爷爷给你脱？潘老七，你要是再翻魂的话，我三哥知道了会扒了你的皮。那于老三吓唬我，我告诉你，如果现在于老三在这儿，我就连他带你一块砸了。 你当个玩意儿输给老子吗？你还想把余家小千姐跑？放哪儿？哪儿跑？老七，我生是余家的人，死是余家的鬼。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吧！啊，算了，你进了我们潘家的门，就得做我们潘家的女人。 至尊眼里是吧？ 我没听清楚他哥，争不过三千，大不过一尺。他赢的应该是于老八那个字据。姑娘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潘老大，那就是潘老大。于老三，潘老大呀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刚娶回来的二房媳妇，怎么样？ 够劲儿吧？你既然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了，就请拿出来吧。于老三呐，于老三，你弄个娘们儿来给你出头，你们于家的男的那都死绝乎了，还舔脸说呢？你让一小丫头给赢了，怎么的？心里添堵啊？有种枪上借书羊。哎呀，不是怪我了。 我刚才疏忽了，介绍的不够全面。这丫头呢，自打五岁就跟她爹学枪，就你那阿猫阿狗的玩意儿，你给她提鞋，那都不一定跟得上脚啊。愿赌服输是咱赌场的规矩。潘老大，这可是你自己说出的话。你们到西来吃，去接人吧。我先谢谢你。走了。 二哥，老八媳妇被潘老七砸明火了。老五，你要是耳朵进水听错了话，别说我饶不了你。是潘老七手下人自个儿说的，这还能有假？老八媳妇死了？没死。啥？
三哥，余下的规矩你自然不会不知道。你是尽过检女堂的人，不管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，做了不该做的事儿，那就只能当不该当的人。三哥，别叫我三哥。三哥，你别这样，我不想留在潘家，你带我回余家吧。我是余家的女人。你不是余家的女人，余家没有过你这样的女人。我是余家的女人。那你为什么还活着？ 彩凤啊，你要是死了，那就志气，余家不但会把你风光大葬，还会在检女堂给你找个好位置。可是你选错了路，做错了人了。你混蛋！因为老三你太欺负人了，都是我选的嘛。你们余家的男人做错了事情。 因为一个女什么，让你把我像一个物件一样的输了出去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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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你还是不是个爷们？娘，有人来了。有了。商量好。 我是来接人的。十全寨树大根深，老哥哥德高望重，我潘家就是有屯田的胆子，也不敢在您老的屋檐下撒野。这四句呀，是于老爸亲手写的。 没人抢我的，我想，您不会仗着石泉寨有几百条枪，而做出言而无信的事吧？我受过女人香的人，余家的女人，你丢不得，你丢不得！彩凤，你干啥呀？你把刀给我放下！放开我！你把我们俩输出去，就是逼着我们俩死！放开！